啊啊！好了，准备就绪，这轮传递开始。哎呀，这地方人还真不少，挺热闹，挺好逛。嗯，哎嘿，那是什么什么路？哎呦，那啥呀？哎呦，那是站牌啊，那是。哎，我新买的 vivo S 十二呢？啊？哪儿去了？哎，不，是不是你？不，他到我刚才看见他了。您刚才你看什么？你拿我 vivo S 十二？就你。你敢偷人家？小偷！几个字？你偷人十一都没事。四个字。哥，你来那个吧。我来，腾哥的那个。哦。嗯。嗯。女朋友来了。哎，不是吧？是吗？真漂亮啊，你女朋友。那么多人挥手呢。哎呀。瞧瞧。哎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手机没了。哎，快！你不能说话，咱不能说话。找。vivo， 哦 ，vivo， 呀，这谁？啊！四个字。这俩人还表演不了啊！小白，不要受前面两对拙劣的表演影响。要我当道具吗 ？NPC。沈涛怎么这么傻？短短时间被人偷了三次手机。你看那个。哦。嗯。110。我跟小宋还演呢。都看着，俩人都看六遍了。我是什么角色？我演那个呗。你看看那边啥呀？栽赃陷害。我觉得是。哎呀。好，您这兜真的是揣腰里吧。哎呀！啊，怎么了？哎！替罪羊，栽赃陷害。演完了，四个字。盗窃团伙。团伙作案。像栽赃陷害呀、啊？是个托吗？意思是挺像的。换个成语。哎。狐假虎威，我知道的成语也有限。冤枉好人。我冤枉啊。第一棒演一下呗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棒。第一棒演一下。那个意思。就好像我们中间给演飞了似的。主要就是你。啊，不一样。这俩词儿明不明白，就看这小偷这人。很关键。指桑骂槐。找了个替罪的。刚才说什么栽赃陷害有吗？不对，110。冤枉好人，对，太像冤枉好人了。反麻，这样啊，关键点啊。反麻大队，还没猜出来啊？都没猜出来啊？没有。往小偷那儿想一想。他身份。小偷。身份。贼喊抓贼。嗯。
那你倒是有个这个呀，哥。其中有一份程序开发报告，啊，据调查，诈骗集团研究了一款木马病毒，该木马会盗取当事人信息，并造成不同程度手机故障。追踪以后，发现该网页服务器来自王牌大厦。你看，3月1号是反诈培训计划开始，然后有这五个人出现在王牌大厦了。那个腾哥去过，小宋去过，贾玲去过，小白去过，花花去过。贾玲3月1号去王牌大厦做什么了？我去修手机了。我是手机出了点小故障，然后去修了。花花去王牌大厦干嘛了？修手机。我也是修手机。腾哥，你是为什么去？我去，因为那个反诈那个招聘了，我去了。哎，这里有一张收支单，有火星花，有关敦敦，有沈一点，有李尖尖，有贾美丽，有肖鹤云。但这里边没有沙老师。我也被骗了钱了。这里边没有你，这里没有你的记录。这儿还有张面试评价表，这个是诈骗犯其中一个。该人员外表忠厚老实，内心意志薄弱，容易被心理话术掌握，可以考虑录用。这不叫贾玲吗？难道是我？这绝对是你啊，玲。因为有了一个这个面试的这个员工的这个单子，我觉得就指的有点明显，那所以我这一把就怀疑玲姐。哦，我在你们心里原来是这样的，意志薄弱，容易被掌控。我觉得三个案子会有三个诈骗犯在里面，然后第一个案子里面我觉得我比较怀疑沙溢哥，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收支单里面沙溢老师是没有被骗钱的，然后他在现在又说是自己有被骗的记录。我也被骗了钱了。这里边没有你、那个、这里没有你的记录，那这个跟他的口供是对不上。然后再加上刚才那个照片，我觉得我们四个人同时说是手机中木马去的这个维修大厦去修手机，只有腾哥一个人是因为另一个原因。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蹊跷，这个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在那个案件里面我可能会觉得腾哥嫌疑更大一点。然后我确认了沙老师是其中一位的话，那我可以排除韵姐在里面，因为她是在建群的最初的三个人中的一个，所以我排除韵姐，那其他就是小腾跟小宋，对他们两个人中间的一个，我觉得会可能性大一点。我比较偏向于小童吧，因为我觉得小童进入这个群的时间会比小宋要更早，而且小宋是被小童邀请进来的。我有一个逻辑，我觉得还蛮合理的，你们听听看。三个案子，三个骗子，每一个案子里面有一个骗子，冰墩墩里面只有一个人是所谓的12点之前就进了群的，就是小童，所以我怀疑小童。可他是我拉的呀。对，他进群是松韵拉进去的，他自己没想进去，所以他是我第一个排除。他原来还有一次想退群的记录。对，但这并不代表他是清白的呀，为什么他就是清白的呢？那接下来是什么？是校草。按照刚刚那个逻辑，我觉得卧龙只有我们两个才有可能是，就是最早建群的。那我知道我不是，所以我只会合理怀疑沙哥。这个案子是沙哥是骗子。然后元宇宙就是我、花花跟腾哥了嘛。那我知道我不是，我相信花花也不是，因为他也是12点之后才进群的。那就只剩下是腾哥了。所以你只认的是沙溢哥、腾哥和小童。小童，对，这是我的逻辑。这俩是不是有点打包关系？打包？你还没发言呢吧？没发言。你要不要发一发？我要发，我觉得
我觉得他稍微重视点，我师哥。每一次到我这，每一次到我这又该研究。那你说，反正有我们俩听，他听不听不管。对，我们俩听。我是这么觉得的，我是这么觉得。我觉得他俩现在啊，在最后啊，他俩有点就是互保。我觉得他俩肯定跑不了了，他俩到最后一个就是联盟，卧龙和凤雏已经俩人就是绑在一起了啊，死踩踩一模一样的三个人。我想说，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在分析完桌面上的时候，大家都没有去分析这个骗子三人组的这个计划。对，这个也是从他们的总部找出来的。因为其实这个计划里面有很多的说的很明显的线索啊，就是我们用排除法的话，首先夏明就是一个安全的，因为他上面形容的是自以为是投资家，最喜欢群里指点江山出风头，抬举骗法对他最有效，就证明夏明是一个骗他是对是个目标。肖鹤云是不知为何就转账了，可以继续发展挖掘，就是证明他也被骗了。贾美丽是音色优美酷爱帅哥，曾经偶像刘德华派出杨洋每天给他发晚安语音，就证明也要骗他。你看沙爹表面寻找全民偶像谷爱凌是为了孩子做培训，实际然后沈一点是群里第一牛皮大王，现实中抠门抠到家可以优惠。关敦敦是因为生日和冰敦敦为同一天，误以为自己冰敦敦转世，疯狂求购可以干一票大的。刘老板可以干一票大的。开始投票。卧龙是沙爹，凤雏是沈一点，刘老板是关敦敦，小宋那个卧龙是夏明哥，凤雏贾玲姐，刘老板是肖鹤云。咱们这完全一个路子的。好弟弟，我发现他特别适合这种游戏，不会听任何场外因素的，信自己。马上统计每个人最终得票情况。得票最高的是沙溢和腾哥，投票票数相近的是贾玲、小白、佑婷和小彤，而绝对安全的是小宋、松韵、花花。都不知道为啥，咱玩多好啊！咱玩多好啊，咱俩呀！太好了，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啊！就名给起差了，怎么被弄出去的呢？上来不就让人给卧龙凤雏？你这玩意儿智慧写在脸上。那根据现在的票数呢？你们几个是重点怀疑对象，再给你们一次解释的机会。你们四个人是没有投票资格的。只有其他的人有投票资格，不就他们仨投票吗？对，小宋，我刚那一套逻辑都跟你讲明白了呀。你们忘了刚才大家对小宋的分析了吗？你们说你们的，他投他的。小宋，你就信自己就完了。既然咱都已经玩到这份上了，把老板供出来得了。小白。小白。把我供出来了。沙溢哥别来了，都没有成功。而且你别了，准备最终出票。这轮想投给贾玲的，3、2、1举手。你小子真的白说哈。投给小白的又婷举手。投给小彤的3、2、1举手。这并不代表他是清白的呀。小彤进入这个群的时间会更早。那我投小彤好了。Yes。小彤两票。全部找对了。我觉得最重要是最后小宋那一票，到，全部找错了。我们仨给他鼓鼓掌。彩虹，彩虹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
easy 的样子 ，easy 的样子。看他们那转弯的时候很激烈。转弯了！他们速度很快啊！看看我们厉害了吧？一点都没放下去，好舒服，很好玩，很好玩，不会倒。你看我们，因为就是倒着，没有，他躺在上面已经很舒服，就飘着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不不不不不。站起来，你在中间很安全的。你在铁哥，铁哥，去，勇敢的跨出人生第一步，快点！我跟你讲，你坐在中间。对呀。上上上。好，来吧。脚放上面是吧？对。哎呀，然后就跟躺着一样。然后呢？手贴这边，这边就好了。好的。加油。好。师傅。走吧。终生难忘的应该就是那个沙发，好可怕。他可能也觉得飞出去也没事吧，可以游，但是我害怕。就是因为我抓不住，我一直在就是翻腾，这个比较吓人。哇，这太漂亮，太舒服了。主持人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次来是来对了，太享受了，这是我们最享受的一次旅程。对啊，铁哥，你是不是很少有这种乘风破浪的感觉？因为你平常应该也很少到海边玩吧？很少，因为不会游泳。哎，我们要来甩尾了！哇！铁哥，你想好晚上吃什么吗？粉丝扇贝、花甲。花甲，好的。青口。好的。今晚上菜已经点好了。下单。综艺姐呢？我刚坐完那个沙发船，综艺在旁边。回家。哎，然后就，你看，就是因为刚刚撕心裂肺的喊，所以他现在回家不出来了，还没缓过来。咱们要不要先去买菜啊？买菜好啊，今天到海边，我们多做一点海鲜好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我看有没有螃蟹吧，看看有没有青蟹或者花蟹。宋一姐说要买什么呀？刚才宋姐说她要青口贝、大虾，再帮她带一些菜类吧，因为她想做寿喜锅。哦，我们这一次有那个了，就是电磁炉，感觉像来度假一样。对，那咱们来用三星折叠屏手机拍一张照片吧，拍张度假照。对，三星折叠屏手机是唯一有那个内置摄像头的折叠屏手机，所以好的，特别的方便。对。而且它有一个多任务的处理功能，就是你看这样，就比方说咱们这边是在发微信，然后咱们现在这张照片可以直接拉过去，你看过来了吧，然后发送，厉害了，就是你边拍照然后可以边发送，而且还可以同时记录，对，记录的特别帅。好吧，咱们去买吧。走。我看，小溪车技如何？刚开的，刚学的，刚考完驾照。难怪那么兴奋要开车。
在这里，然后开着窗户吹着风，很舒服的。是舒服的。嗯。海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中沙滩。市场到了，哎，坐着享受一下吧。待会我们再来决定要玩哪些水上活动，好不好？好。等一会儿先玩什么？先玩那个帆船吗？可以开摩托艇比赛。对，可以。哎，橡胶船超级好玩。海龙你知道吗？就是喷气的底下。你玩过那个？没有，我在看别人玩过，看他玩的非常 easy 的样子。你也想玩？对。咱们先玩什么？要先玩帆船还是？你先换好衣服再决定吧。好，换衣服，走吧。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，老师都这样，然后就开始。冲过一击！哇！八角皮卡，皮卡，我的好，我皮卡，皮卡！完了完了，已废啊！你会有一种回不来的感觉。啊！哦，那这个，你看我们以前刚开始练的时候都这样，然后老师就帮你踩着，顶着你的背就踩着。然后一天踩完回去之后走路都用垮。那等一下，就这样行吗？哎，我们去玩帆船了，太好了。好了哇 ，Hello， 铁哥，我们先玩什么项目呀？可以去看一下啊。出发。我来了。哇！咱们去玩摩托艇吧。好。哇！哇哈！太好玩了。哇！妹妹超厉害啊！我是被水上摩托飞出去过的，拐弯的时候加速了，然后我就被抽进去了。会游泳吗？我完全不会，就是把我扔进水里，我会沉的那种。这么原地翻船吗？彩虹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看他玩的非常 easy 的样子。看他们那转弯的时候很激烈。转弯了！他们速度很快啊！看看我们厉害了吧？一点都没摔下去，好舒服，很好玩，很好玩，不会倒。你看我们，因为就是倒着，没有，他躺在上面已经很舒服，就飘着。我不去，不。站着了，你在中间很安全的。你在铁哥，铁哥，去，勇敢的跨出人生第一步，快点！你们跟着讲，你坐到中间。对呀。上。好。来吧。脚放上面是吧？对。哎呀，然后今天躺着一样。然后呢？手机这边，这边就好了。好的，加油。好。师傅。走吧。来不及了！
那个沙发，好可怕。他可能也觉得飞出去也没事吧，可以游，但是我害怕。就是因为我抓不住，我一直在就是翻腾，这个比较吓人。哇，这太漂亮了，太舒服了。主持人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次来是来对了，太享受了，这是我们最享受的一次旅程。对啊，铁哥，你是不是很少有这种乘风破浪的感觉？对，因为你平常应该也很少到海边玩吧？很少，因为不会游泳。哎，我们要来甩尾了！哇，铁哥，你想好晚上吃什么吗？粉丝扇贝、花甲。花甲，好的。青口。好的。今天晚上菜已经点好了。下单。哎，你好。哇。想问一下您这个是这个广播上放的这个说的是什么话呀？只买菜又买大米。就你这个不是广播上说的？哎，就是这一喊他人就懂得，就说反正就是捞达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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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就是吆喝的意思，哎，吆喝让人来买。大猩猩，大猩猩，大猩猩。师傅，那个是沙葱吗？沙葱就产于那。啊，那个沙葱真是最最有特色的菜。沙葱是我们这里特色。师傅，我上来能不能挑点菜啊？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好嘞。你小心呢。对。小心别踩到小葱。对。这样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们每个人挑一点食材，然后自己晚上自己做。我最喜欢的沙葱啊。沙葱。黄河流域的名菜，非常的难得，可以当做草药食用。第一，这茶叶，小山丘上出产的一种东西。这个第一，这地软软，我们这里叫地软软。哎，叫地软软，炒鸡蛋。哦，对对对，炒鸡蛋或者是。哦，我做这个，我做这个，我做这个。晚上每人一个菜。那我做什么？在劳教问一下您，那个这个镇子上有没有一个卖苹果木柴火的？大棒吗？小的呀？要多吗？是小的。小的。要长的吗？要长的也可以，要短的。我们有这么个兜子，果木兜子要不？果木兜子，那这个东西我们这是架火。对，架火的。多得很。好，谢谢您啊，谢谢啊，那我们待会再过来啊。哎，哇，你看这那么多柴，对，而且它非常工整，这些都是给劈好的。嗯，我们要是这样的柴就好了。我去问一下，咱们买一点。对，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收集柴火。哇，好多柴火啊！我看一看。哇，哈哈，金山银山的柴火，那个麦穗儿是很好的打火的东西。当然有玉米杆吧。这鸡会不会被狗咬啊？嗯，这个树长得好，有个性啊。你们给它拍照吧。就是一个捡垃圾的大猩猩是吗？对。这家看起来不错啊，去这家吧。对，吃农家土鸡。对，看一看这写，这有什么？农家土鸡。农家炒菜、农家土鸡、黄河鲤鱼、凉皮、尿皮，好像是当地比较特色的。走吧，进去看看吧。欢迎光临吗？有人吗？欢迎光临吗？几位你好，你们吃点啥？你看一下。吃肉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吃点便宜的。我要吃这个洋芋饺团儿。洋芋饺团。哦，这个也是特色。千层饼可以。红水千层饼。来个臊子面，大家可以臊子面吧。
嗯，对。我们有没有人可不可以点一个肉菜？我要一个凉皮儿。我们点一个肉菜好不好？包子，包子，包子。点一个硬菜。这个酸烂肉好像是当地比较特色的。酸烂肉，哇，好贵啊，酸烂肉。这80块钱呢？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开支80块钱的项目。但我们点的其实全是主食，全部都是主食。啊，酸烂肉来一份儿啊！谢谢您啊。那就是我了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您。休息一会儿，我马上就给你。谢谢你，谢谢。